别死！别死！别死！ 就是喜欢教死亡者。他怎么死了？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子玩。反正鞋子把天线补充为快，但我跑得更快，对面就逮不到我。不错，还是买个银城。鞋子，鞋子。哎，完。哦。 打这个法师是可以先出鞋子，因为他的技能有点笨笨的。小明建模都不知道，你真是闲别。直接百度搜他名字就可以找到啊！如果找不到，大家可以换只收狗兽一下啊！不。 看我走位，不愧是300块钱一双鞋。你们的账都由我来清算，安静的去死吧！啊，这个太歪了。 游走的，自己在玩吧。好像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啊？来，来捡。好。双招拿头算亏，不亏。完蛋。 他怎么疾跑又好了呀？ 疾跑好这么快，可惜我被他的 Q 发现我们两个玩下路真的是把把爆炸呀！想想就发现没有，有点奇怪。给我们增加游戏难度。我们下路把把爆炸的，把把给我们造舞台。
这样子连的，这不还是你的？他肯定要开大招，小鬼。我断位，三二，马上要断一了。那我应该直接 Q 大招，直接早一点就行。没事，这个线还可以吃到你。三分。三个头可以。 还有闪，抓上还有闪，亏吗？不亏啊，还是能吃到一部分，能吃到就不是亏了。再上，打超虫。 打这么针对，我把我认出来了，我操！最可怕的是中野搞上，我队友炸了，这你受得了吗？这最恐怖的，就是凯隐抓上，我们下都死了六次，这是最恐怖的。爆车线还行。 幽默，我操！太幽默了，我操！他这都能给这凯隐反杀，他是不是真的除了 A 以外没别的东西了？多少 KDA 算正常？四个人，我不太知道。 十左右吧，八级以上人混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开始思考一些自己的。我曾经抵抗时空，欢迎他。
还行，赛恩，其实赛恩不 A 这效给 OK， 杀掉就可以了，直接杀人刀了，操！ 没办法，好凶啊！几杠几啊？八杠三，你该凶的哥们，对不起，你凶，这么猛。哟，没办法。这种局应该一般是赢不了。 中路来吧。 这野呀，不敢过去，还给你逮到我，给我宰了都。这还不EO啊？这他妈纯纯EO啊！我操，这玩着玩着，我跟你说，凯你抓上没去下路天然被打炸了，这就是 EO 死十次了已经。我是被抓了十多次，这种抓你防不住的，他穿墙过来你戳，你戳也不可能戳他。有。正常都是一个水平的话。 基本上，死一到两波就会稳一下了，除非他的两个耳机中间夹了个牛啊，也不好说。挑战我吧，凡人，我就在这儿。
哇，跑的是真快，我操，这个 ADC 真的是烦的要死。440的移速，追不到他。440的移速，还能保护人呢，这民族切进来，难顶，没说话。感谢大自然的馈赠。你在明处，我在暗处。我来了。走吧。我操！开疾跑冲过来了，他没有理我们。哎呀，辅助他应该走的，他残血一直在那边勾引，对面来杀我，他怎么不走？这下好了，你们三兄弟没了。这下好了，全死完。还行吧，这边不是大的，小问题，还可以打。再跟谁双排？跟枪枪双排。
坏。 完蛋了，这个卡也不在我脸上。打龙打太慢。太好发挥了，我现在得特别成熟稳重。看着吧，他想杀我，超简单，炫一下我就没了。39层了，这狂了。 AD 能这样反杀刺客的吗？他在里面。 他肉吗？还行吧，我其实还打得动他。怎么办？兵败如山倒啊！现在的下路玩家太爱打架了，他们无论怎么样都要打，把自己打到炸，要么顺着很顺，要么就直接炸到底，烦了，又没什么办法。要记了吗？ 不知道，难玩。这路线我就是冒汗了，家人。我必须连同希望一起回魂。 这条大龙，不然你是真没加。我剑魔打大龙又不痛，我来一个。来吧 ，AD 都打野都死了，怎么抢？哇，救我！好救好救！我要不吃冰箱了，难活。 干去了！高地他们要来，这就推了。
你小心，这凯文可能飞过去接招。好费血。我在上面干嘛？我操！不是这个凯隐什么意思啊？我来看看。对，算了。不能死去，除非所有生命全部终结。这龙就不该打，也不是我去不去，我都没想说要打这个，可以试一下，龙打到底，看到人直接走就好。我要走了，我的血量就吃完了。走吧走吧，别管他，别管他。他点了两下，痛得很。哎，我没大了，很脆弱呀，我现在。我过去劈了一下，多少剑劈了。哎呀，刚刚不犹豫，下半马还是死了。坏人出去了。打起来了，就当我过去反扑一波，累死了，脖子不都扣紧了，断二断二。哎呦，上头了呀！这魔不太好打，这块。完，别死，求你了，我无法复活。讲不听这些人的，我操！
好烦啊！他们，哎呦，我就插个大药的钱，出来就直接一波了。出来他们这个过来真的跟送没什么区别，队友，哎呦。 下路把炸呀！是 EO 局的，他排两个那种爆炸的，很难玩。看到你就打了。但愿今天我能遇到些许挑战，让我可以掏出他们的心脏。 位置可不好啊，我没闪现，打不下去。等下吃一个大招带拳击。丁真的不保我，丁真，问题是他不保我，没办法。丁真谁都保不住，这边来两个现眼就好了。 啊！这下路我真的是，哎呦！ 不知道在打什么，这波你也是。哎，谁死鬼子进来了？快回放，回放，教练开回放。真服了。